四就不過不失咯，第四啊。又跑千四，主持呢就揀2461，2461，2461都好好啊，11好有利，班得禮。嗱，呢场马唔系咁易拣啊，冇上一两场咁明显啊，啲实力马。嗱，虾饺烧卖就初跑填草啦，上仗跑第七，仗合呢就准程度其实非常之好噶，一 win 两 Q 两 P 一个落底，即系跑六次有五次上名啊，咁样啊，即系同正话即田泰安我中嗰只。即系我中嗰只翡翠凤凰啊，佢一模一样啊吓，跑六次五次上名啊，上仗都唔错添。田泰安跑第三咁，而家交俾周俊乐排个十档。红龙就梗系好啦，系咪？即系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两次第四，零次落地，咁呢只马都好准程嘅，全部跑四次，四次入前。入前四名咁，但系入位呢就系50% 咁啦。嗱，新威王又系好准程嘅吓，呢一个路程跑过两次就一个 win 一个第三咁，即系100%有钱收噶，同埋50% win 嘅。不过呢，就上一次就梁家俊跑第九系有飞噶，跑1600。嗱，呢只马咁样嘅，佢连续两次跑1400都好成绩嘅。有钱收嘅，咁呢就上一仗就增程跑1600，咁就跑得唔好，咁就要跑第九，咁而家又走翻翻嚟1400啊，走翻嚟擅长个路程，咁所以我都几中意呢只嘅。红就梗系好啦，跑两次入 Q，好恨赢啦，即系我觉得呢只马好想赢啦，又系俾翻班顿骑，咁啊果然有呢只就赢过嘅，咁就一 win 两 Q 一。P 六次落地，普通啦啫吓，系赢过啊，无厘拉呢只马，咁数落去就要去到好有利噶咯啊，好有利呢，班得利就赢过两次，一次第四，八次落地啊，准程度就普通噶啦，但系呢，嗰只马假假地都赢过两次啊嘛，系咪？比起啲象侠啊、新威王啊。果然有啊，都要赢多咗啊嘛！以上嗰三只马都赢过一次啫嘛，佢又赢过两次咁样啊。上仗就梁家俊11倍跑第五嘅，咁而且系11号好有利，有16倍，其实呢只马都几抵嘅吓。上仗近啊嘛，又有赢过啊嘛，咁啊其他啲冷门就12、13、14。就都系未赢过呢个路程嘅，都未上过名咁，所以都唔睇住啊！而家13号有六格，我拣咩？我拣呢个薛恩啦，我拣3号仔，唔系我拣4号仔三档嘅新威王，就因为佢呢个路程呢，跑两次一 win 一 P，咁啊即系准成一赢过先起码吓，咁就如果要拖我拖象侠啊咁样啊，都。象合都几好啊，一 win 两 Q 两 P 一次落地啊嘛，系嘛？咁啊，红唔系唔好啊，红未赢过呢个路程，唔知有咩内在，有咩问题呢？而家又跑11档又系红字红格咁样啊，咁我都系睇下新威王啊，睇下呢只马点样跑法。就算系你话新威王拖呢个好有利都系几好嘅，搏冷门啊都系几好嘅。好啦，呢个新威王隔晚11倍，而家单位数字系咪四号仔4倍，好多飞喎。呢只就亦都好冷嘅，开心财星临尾蒜头本色嗰啲连赢位咧都好多变晒绿灯啡灯啊！果然有咧，反而就 Win 都越嚟越冷。位置 Q 同 Q 嗰啲啡灯唔一样喎，当然啦，都系谂翻你13啊。而家影住呢只红帽仔就系、是，果然有啊！即系6号仔就系红大热门，
紫色啊，红色、紫色。蒜头本色系咪博走甩啊？落个飞格咯。吉四号仔嘅位置有六格，薛恩。喺只马完，即系以往嗰几场都系梁家俊跟开噶，而家就梁家俊去骑咗只圣灵之区。圣灵之区系慢慢近啊，即系慢慢近，唔知道到未啊？慢慢近。乐天派咧就跑过一次第四啫，吓、啊、又薛恩跑嘅上一次跑第四，但系而家薛恩咧就去咗跑只新威王，咁薛恩只马咧就俾咗何铭廉跑，追嘅真系麻麻地嘅。好多都较为参差啲嘅局面啊！呢一组咁，但系头先嗰场啊，比想象中多快马。十三号落 Q 落得最多，十三号叫蒜头本色，而家落到十倍啡格嘅 win 吓、啊，咁又第二咧就系四号落 Q， 一二三四五六。有六格，包括一个啡格，一个红格。42蚊，位置得翻14蚊啫，都几劲啊！好啦，佢亦都准备入闸，新威王搞掂。圣灵之区，森林烈火，亦都冇大问题啦。跟住埋去咧就系、是、水星二号。风琴落飞个新威王咧就系红色帽、黄色衫，有啲红点嘅。94蚊啊，蒜头本色。后面大热门红红一号虾饺烧卖，闪耀中华。落得飞最多嘅就系13号啦，我估佢积极啩吓，点、啊、都要跑一段俾人睇下啦，点都要蔡明少。蔡明少上次29倍跑第六嘅，等埋就乐天派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六场赛事4班1400大热，暂时显示系六，最死步。好，你一扑出嚟啦，咁大家都出闸齐噶啦。闪耀中华要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虾架烧卖新威王啊，中档位置仲有果然有啊，顶晒外边啲马，象合啦，紫色衫红红啦，最出蒜头本色嘅黄帽白衫啦，内栏位置仲有圣灵之区马林，中间开心财星啊，后边嗰扎啦就系呢只水星二号啦，森林烈火啦，内栏尾四就好有利，尾三橙衫乐天派啊，尾二咧就闪耀中华暂时垫后，系灰马嗰只红龙嚟噶。咁啊转呢个香港太远湾啊，蒜头本色咧就压到埋嚟自己带噶啦，第二位咁啊，外边啊张合啊，嗰只洛飞马咧，即系洛飞马就喺前边啊，带头啊，咁咧就我中意嗰只咧，而家喺第四位，而家渐移出去第二碟嗰度上。就好有利，水星二号响中档，出边森林烈火啊，尾三掟出去啦，有乐天派，尾二内栏咧仲闪耀中华，包尾系红龙嚟噶。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咧，见到埋边位置蒜头本色啊，果然有啦，象合啦，一齐上紧嚟，外边追仲啊，圣灵之区新威王大外档啊，紫色衫系嗰只红红啊，兜兜嚟最后200米到啦，圣灵之区响中档透出咗，埋边啊果然有啊，喘入边上有呢闪耀中华大外档就系嗰只红龙啊。接近终点啦，圣灵之区赢啊，跑第二名是红龙啊，冇啦，个薛恩啲手势都系慢咗少少吓，一轮尽啲抽条鞭出嚟，咁就五号圣灵之区啊，好嘢喎，呢个梁家俊啦、啊，唔骑新威王，真系骑呢只赢咗出嚟喎、啊。醒喎、啊，真系啊！好有利，哇！唔识捉路喎、啊，原来吓、啊、写故事都得喎、啊。梁家俊弃骑俾呢个新威王，
俾呢个薛恩，其实自己真系其实圣灵之区近下近下赢咗出嚟添，5-3，犀利啊！位好精灵，1:21.56，系重播，系六，最死。好你一扑出嚟啦，咁大家都出闸齐噶啦，闪耀中华要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黑架烧麦新威王啊，中档位置仲啊，果然有啊，顶晒外边啲马，象合啦，紫色衫红红啦，最出蒜头本色嘅黄帽白衫啦，内栏位置仲啊，圣灵之区马林中间开心。我买咗嗰只圣灵，唔系我买咗一只新威王咧，就喺内栏嚟嘅，一路都守住内栏嘅。咁就只洛飞马嘅蒜头本色喺前面啦，起码都赢咗1200米到啦，1000米到啦，开始转弯就力弱啦，开始。咁个薛恩就而家慢慢移出去外边上，咁啊转正直路嘅时候，我谂住佢要快快脆脆努力啲推啦，咁佢就都未。要摆到正晒态，吓而家都未，而家都未，而家都未。其实即系而家先抽条鞭出嚟，打左手，咁就好似悠闲咗少少吓。红龙3号巴道上嚟啊，两只冷门马，两只冷门马。第三名张相见到只闪耀中华潘明辉14档喺里面窜咗上嚟啊！啊，一对圣灵瀑布啊，整只5啊，圣灵之区赢嘅第四都近嘅，果然有啊，攞翻第四啊，出边好有利啊！三威王转咗出去嘅，好怕转弯嘅时候啊。不过早段都系偏快少少，咁3段加埋都快咗5线以上啊！咁啊，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5号圣灵。哇，3000多蚊 Q 啊，冇我份啦、啊！我啲朋友都冇中啊，3隻馬，12号闪耀中华，隔晚80多倍啊，犀利啦，真系！我又拣唔中，主持人都唔中，又睇下一场，下一场有只我好中意嘅马喺度跑嘅，起一句乐益善啊！不过佢又升班上嚟啊，90多分同呢110多分嘅跑啊，一阵睇下。56啊，快补充啊，最后嘅时间咧。